王总来了。嗯。哎，王总好。王总。李川，来，我这有位置。想通了吗？什么时候回九通 ？No， 王立川先生，如果现在我们是在演谍战戏的话，你早就已经被组织枪毙了。爷爷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，我会跟他说的。好好，你放心啊，啊，再见。你看到了吧，看到了吧，你不接电话倒霉的人就是我。爷爷知道你反悔不想回家，他非常的生气啊。他要我跟你讲啊，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把所有的图一定要做完，下礼拜你就必须得回去。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他亲自过来把你扛回去，到时候别我的倒霉啊。喂，哎，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啊？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这边事情交给我和瑞内。你这样搞什么呢？把公司的事当什么？当儿戏啊？再给我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？多久？你还要输血，还要复诊呢，这边没有医生知道你的病情呢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不能回去呢？这边有什么好？你说那个标能值多少钱？做不做都没关系的。不需要拿你的命去拼吗？是不是？一定有其他原因，是不是？你跟那个安妮怎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你跟那安妮之间一定有故事，中间还插了一个叶静文，还有 Janet， 哇，四角恋呢？谁？叶静文呢？他跟我说，他非常喜欢你。但是你不要他，他伤心的都哭了。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吧。李川，对小妞不好，好像不是你的 style。叶静文，嗯，我从认识他到现在，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呀。是吗？真的。难道我被骗了？我就说嘛，他这么恨我，怎么可能在我面前吐真言呢？他还套我话，哎呀，应该是。哎，对了，几点了？哎，我要走了。你去哪？我昨天在健身房遇到一个跆拳道的教练，身手非常棒，我要去他那里偷师。不要受伤啊。